元宝。水果杯，起苗班。
三本大桥今年系大家嚟到一个火雷历史嘅地方，即系由五六八年始系日本国内唯一一座罗马的天守阁，有天守阁望南海，可以见到会作用在此嘅风景。呢度仲有好多乜嘢嘢？睇下呢个纸板，原来以前啲人系咁歌嘅。仲有呢个细钟口，以前啲士兵就呢度攻击敌人同埋防守参观用。大老叔，用邊有好多特色小店？例如啤酒小食，仲有個位商店等等。如果你咁中意我嘅話，可以行上山睇下大老叔嘅風景，睇下茄嶺。今晚我住嘅旅館係東山安全區，令麗瑤都嚟過噶。呢間旅館嘅女眾非常入心，諗咗好多準備準備，成間旅館都好有招呼氣氛啊！佢哋嘅温泉雖然但是就好君子，更加用100%净水，真系正啊！浸完温泉有一盏丰富嘅味道香袋住你，咁又好啦。呢度会用水蒸饭先走地鸡，好难啊！陪早餐，呢度令早餐都充分好快乐，食饱后又系伺候起正啦。呢间温泉旅馆真系好正，我一定会做翻嚟啊！大老山隧道。以上节目由福岛县政府特约播出。唔使愁喎，呢一杯二元老电子牌两剂试品，只要出现少年标志嘅颜色系。卡而家已经采用精点技术，保安程度提升咗好多。但系喺你用柜员机嘅时候，冇留意有冇人偷睇你嘅密码，更加冇睇下有冇松脱嘅零件、可疑嘅装置或者镜头，咁咪唔啱咯。鉴机提款要学精，避免中招，免得赤。你以为生风？你以为生嘢？皮肤都有机会过敏。自问足对香港人过敏，连续10年销量回稳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定场，而且卖定三年，用潜能投资至高飞，一齐进入美股世界。Thank you.
2030最近就政府係出咗，或者你哋接咗一個嘅規劃嘅時候，就2030嘅格局咧係，咁呢個就係講緊跨越2030以至到以後香港整體嘅規劃發展。咁其實我哋講2030，其實我而家2016相差只不過係十幾年之後嘅事，好快就到㗎啦。咁而家呢一個嘅規劃咧，亦都係一個諮詢期。